大家好，我是黄金庸医师，也是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以及阳明交通大学医学系耳鼻喉科讲师。我致力于研究精准的耳鼻喉科治疗，并提供高品质的头颈部医疗服务。举例，我使用 3D 列印辅助进行复杂的头颈部手术，这个技术能应用于术前模拟，提升声带与气管重建品质，帮助患者改善声音与呼吸功能。我也使用大数据分析，发表数篇重要文献，探讨口腔癌的手术成功要点、化学治疗中容易被低估的血糖问题与鼻咽癌不同治疗的成效分析。新的研究包含使用人工智慧进行医疗辅助，找出侦测口腔癌的早期标记。在治疗疾病的理念，我提倡自然的医疗，减少过度的药物使用，多利用人体自然孔洞，减少正常组织破坏。比如在门诊采用显微镜进行显微耳膜治疗，大幅缩短外用药与口服药的治疗时间，常规使用内视镜进行鼻咽与咽喉检查，提早诊断久药不愈的疾病。使用咽喉内视镜或最新的金口达文西手术，切除深层咽部肿瘤与减少并发症，以保留更多人体自然的组织维持生理功能。最后，我希望当我面对每一位病患，都能以最自然也易懂的语言，帮助患者了解不同的治疗选项，并共同决定最合适的医疗处置，达到真正的以病患为中心，让家属放心的优质医疗。以上是我的简短介绍，有兴趣更多资讯，欢迎到脸书找我的粉丝专页黄金庸耳鼻喉科医师，或挂号于门诊咨询。